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嫁给九殿下，王上若是能让我如愿，玉莹这辈子铭记在心。我知道你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九王说成全不了你的，你可以做我肃亲王的侧妃啊。没想到你今日过来是来当说客的，原来你这么快就能放下这桩婚事，我答应了。你怎么还不过来取我的事啊？玉儿，你是在教我吗？明玉，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中天娱乐台，长安诺。